影片《紧急救援》取材于真实的海上救援事件，讲述了交通海上应急反应特勤队执行惊险的海上救援任务的故事。作为电影中救援团里唯一的女性角色，辛芷蕾饰演的女机长方雨玲，为了救人不惧千难万险，上天入海，英姿飒爽。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辛芷蕾很早就投入到严苛的训练当中。每天都有早8点到晚6点，大概8-9个小时的时间泡在水里头。每一天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衣服都脱不下来，都得两个同事帮着脱才能脱下来，就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那时候。但是还挺骄傲的，都坚持下来了。真实的救援队，好，等我吃饱了，我继续打败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体验。对，我也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体验里头积累自己的阅历和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呀什么的。我是在角色里面吸取养分的。1986年出生的辛芷蕾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女演员，25岁才正式进入演艺圈。从《长江图》《绣春刀二》《修罗战场》到《如懿传》和《紧急救援》，辛芷蕾塑造了许多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对演员这份职业，她表示自己是日久生情的。